回味打毒。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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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不要打王，不要打王，都不要打王。他现在没有变状态，不要打。一满血就打哦，打了。来朝圣咯。二朝 ，OK。东西都一百起，外观通拍。手的外观有人要吗？八号的，哦，直接四百，谢谢。一百、两百，喊到皮。嗯。啊，也喊上去啦，对不对？也没说错啊。边打现营回味遗忘刘哥陈耀宇恩武校奇葩秀乃木下小韩炫爵士豆腐地酥影月哎不行花间我会卡住来一千倒数三二一抱歉啊。抱歉啊，来，天色外观，几号自己看一下哦。阴阳一号的跟燕猴，没有，那我跟你，我跟车型一起好了，都一百啊，有两件，倒数三二一。记好自己买哪一件哦，他那个不会太有显示。来，少林要带一百，倒数三二一，自己到就亲王。全场小铁四颗，一百起。不停欸。奈气存一青赖总两鱼蜜汁，这是阿绿吗？一空侧心，那是绿哦。哦好，啊六千哦，啊继续。七千大鼠三二一，七千吗？哦吼。刚刚有点怀疑，来碧玺宝箱，不要东西，闪拍材料都你的，一百起，去三千，喊到 P， 来四千、五千，嗯，五千六，啊，一空劈了，五千六倒数三，二，一，嗯，扒他。等一下，没有，你不会跟同队，这里你忘记了吗？没有啦，会啦，可以啦，等一下。哎、欸，不，哦，有，等一下，还有一个，可以了，好，可飞啊！哦，你们可以就是瞧一下。哎、欸，安妮宝箱，我帮你打哦。
来，准备出装备了，大家再见。哎，哎，是谁？超超红的，是谁？哎呀！他们没有亲吗？你们没有亲吗？哈德尔拿云，受圣教主的指引，地书一，空二赖总三，赖总死的，拜拜。敢是我靠腰，我在外面。来，现在看不到球的，麻烦你自己那个东西调高一点。特效调高一点，特效数目调高一点，赶紧快，不然等一下，我怕你们又跟着点跑。好，我看一下那个，没有，我先让他们熟悉一下。来这边我不看 DPS， 然后。等一下，你们先跑顺，之后再打王上兵舰，可以吗？点可能会有点歪，我会再做修正啊，不要怕好不好？也可以。音乐老板变奶包欸，来看好点位哦。没有五队，就只有你一个。等一下，听好，一二三是我们主要排的点，等一下会有三个东西出现，然后点位会有点歪，不要相信点位，可以吗？你要穿过球，它才会换。颜色就跟冰火圈那个一样，你被中到寒意的冷冷的 buff， 你就去排红色的球，圣炎就去排蓝色的球，这样可以吗？一波三个，我喊你去哪里就去哪里，五号点抱团。来，我用的这个点位后面不是有一条沟吗？你不要跑出去那条沟外面会拉脱王，如果点你身上有 buff 的，你跑去外面恭喜拉脱重打一次。然后这只王你不要一开始想说那我一开始 P1 就把它打爆就好啦，抱歉，你打爆之后回到 100% 你还要再打一次，然后就准备转接，你要打满血的王可以吗？不要那么北七，叫你不要打就不要打，跑好状态就好了。再来下 P2 之后也是一样，五号点抱团打，就一直打王，等王过来，他会先回到中间，然后再跑过来五号点。之后三队的先开孤鹰，我要拉一次草，然后换第三队的草没了之后，四队开孤鹰再一次草，这样可以吗？我看一下你们抄袭什么，哎，抄袭一下。啊，你们会打龟几号？赖总先打，然后如果转圈的时候太痛的话，蜜汁你再打一次龟级，另外一个再打杜二，这样轮流的。然后 P2 会有那个鲜血距离跟灵魂距离，麻烦被点到那两个人头上会有一个提醒，你身上也可能会有标记，就念去十号点，好吗？因为有时候打我要看很多东西，我可能念不出你的名字，你就自己去念云，不然我会一直念你，很烦，你就自己念云过去就好，等球出再回来 ，OK 吗？奶妈优先奶，灵魂距离，不然进到王那边爆炸 AOE 很痛。然后远程优先转火，鲜血可以吗？还有什么问题？
没打过了，赶快讲一下、哦。什么时候输出？王回到 P2 他回到中间再走过来的时候去干他，知道吗？就这样子而已。开场不要交爆发，绝对不要交爆发，你就跑好就好了。偶尔靠他一下，靠到60%就停手，这样可以没？超简单的，可以吗？再帮我点掉，先跑一次。然后不要出界，也不要死人哦。王会加成速，你在他转圈的时候超痛的。那个是穿透伤害，下阵三没用。来叫了，快点！来跑好就好，跑好就好。我要念一下你们的名字。来倒数3、2、1，开。地书一，隐月二，海鲜三。钓鱼一，奇葩二，隐月三。回味一，地书二，鲜鱼三。鲍鱼三。气存一，爵士二，两鱼三。地书一，鲍鱼就跟你说不要出去啦，清掉清掉，不要群到王，就跟你说不要出去啊，是不是拉脱了？5号点抱团你用走的念云穿球，它不会变色，你还是得走回来一样。来倒数三，3、2、1，开。鲍鱼一，豆腐二，芹菜三。阿绿一，回味二，剑鼠三。秀奶一，狼鱼二，成药三。鲍鱼一，隐月二，回味三。木下一，阿绿二，一望三。地书一，秦奈二，隐月三。木下一，谢雨二，谢雨二，留个三。拉脱一下，拉脱一下。怎一直死啊？玩笑。戴总，我觉得你的血量好像有点奇怪。剑唇青，七兽奶，剑唇青春鲍鱼，啊，柳云烟，柳林烟，谢音谢音，不行，听得懂就好了。你听得懂就好，姓谢的就是你了。我要习惯一下，不然有好几个都不认识。对啊，所以我才说今天弹的怪怪的啊。来倒数哦，回来，回来，5号点不要站在2号点，要是开场点你怎么办？换球很麻烦。两只坦要互相打仇恨啊，没有发单呢。气存回来，5号点。气存剑存，来倒数3、2、1，开。两鱼一，一清二，银月三。柳哥一，气存二，奇葩三。谢英一，一清二，奇奈三。木下一，阿绿二，奇葩三。秀乃一，一空二，回味三。豆腐一，奇奈二，气存三。木下一，鞭打二，车行三，停手。花间一，一望二，豆腐三。赖总一，成药二，地书三。彩羽一，回味二，气存三。但没跑到。木下一，奇葩二，剑存三。成药一，奇男二，气存三，地存三，气存三。豆腐一，柳哥二，奇奈三，爵士一，木下二，成药三，柳哥一，气存二，豆腐三，剑存啊，干，对不起，地书一，一空二，赖总三，
剑存一，一清二，七存三，拉脱，直接往外走，往外走。八个，谁没有排到派后面的人没有位置可以走？看不到点吗？还是你看不到球？走过去是来得及的哦。左边一五号点后面是二，右边是三，这是面对王的方向。他倒数结束一到零的那一瞬间，你过球还有算哦，王没有过去敲你都是可以换颜色的，这样可以吗？不要放弃希望。然后你如果阵营跑输，就开吧，可以增加一点点。好，来再一次哦，再一次。倒数三、二、一，开。七存一，柴宇二，豆腐三。回味一，车型二，赖总三。陈耀一，一万二，海鲜三。影月二，若赖三。地书一，彩羽二，一空三，陈耀一，鞭打二，赖总三，七存一，回味二，地书三，花间一，陈耀二，回味三，柳哥一，剑存二，木下三，两个，琵琶一，爵士二，车行三。回味一，影月二，豆腐三，别打了、哦。木下一，谢英二，赖总三，柳哥一，豆腐二，彩羽三，两鱼一，爵士二，柳哥三，柳哥三，彩羽一，地书二，一清三，边打一，两鱼二，赖总三。OK， 拉脱，走了外面了，直接去外面，不要撞到小怪哦，不要撞到小怪。好，可以，上厕所赶快去，上厕所赶快去。真的。得死逃来回来帮我点掉，回来帮我点掉。我太多脏话吗？跟你说，都跟你说，今天要去买 Seven 的耳机来插着，没耶嘛吼！我是怕我妈上来晒衣服啊，这样晒衣服啊，衣服好了。没有啊，我没有温柔啊，等一下就会爆气了，放心。哎，走。我觉得今天念名字很卡，因为要想一下他叫什么，因为字不会念。替存建存替存建存来那个上兵上药上兵上药好了帮我点掉好了再点掉哦
老板，二号点后面台演，后面。我很怕老板有人说：“干你娘，没有带啊！”操，这样。后面吃水晶，这里不需要水煮鱼啦，因为你们无双跟命中都够。赶快哦，一次过哦，不要拖啦。那还有人没有上？赖总上个兵吧，激活斩，还是会重复。哦吼，好，哦吼，来五号点，报好。不要我喊，不要我喊，停手，拜托一下，我还要念名字，可以吗？就这样，来倒数三、二、一，开。回位一彩雨二，一清三，柳哥一隐约二车行三，建存一两鱼二阿绿三，柳哥二彩雨三，爵士一海鲜二一空三，奇男二建存三。花间一两鱼二爵士三，先跑不要打了。奇葩一一清二一空三，七存一两鱼二海鲜三，奇葩二豆腐三，剑存二车行三，七存一柳二一清三。回味一豆腐二一空三，地书一花间二鞭打三，紧张。花间一爵士二海鲜三，有点多层哎。一望二一清三，鞭打一七存二海鲜三，地书二侧心三。隐月一一万二，鞭打三。好，不排，五号点抱团，五号点抱团，五号点抱团。不行，拉拖，干哪时候？你们前面可以不要，就是没有排好吗？他身上最好是不要成熟，好不好？快拉一拉了，拜托排好啊！有没有等你回什么技能的？没有哦。来吃个顶啊，没了，算了。来，起来，来准备，倒数三、二、一，开。陈耀一豆腐二车行三，一望一一空二谢应三，有哥一木下二阿绿三。爵士一两鱼二车行三，回味一彩鱼二谢应三，奇葩一鞭打二一望三，
有哥一，气存二，豆腐三，回味二，一口影月三，回味一，两鱼二，车行三，有哥一，影月二，柴鱼三，奇葩一，鲍鱼二，车行三，不要打了，停手啦。回味一，一空二，一万三，一万二，木下三，一万一万二立边一，豆腐三，爵士一，影月二，秦奈三。哇、哦，层数很多哎、欸，先拉脱，你们还好啊？不要让我看到有两层冰。可以吗？两层蓝 buff 后面很痛，我不知道，因为都是一开的。不要看我的点，你们看球好不好？对，谢谢你别上了，就很难念啊。来倒数，打坐一下，打坐一下，血还没满。来倒数哦，注意一下，三、二、一，开。阿绿一，花间二，剑存三，豆腐一，地书二，回味三，车行一，鞭打二，留个三，彩羽二，奇葩三，爵士一，一空二。奇奈三，柴鱼一，若赖二，一空三，若赖二，柳个三，木下一，两鱼二，赖总三，别打了，停。鲍鱼一，奇奈二，七存三，哎，侧心一，柴鱼二，奇葩三，跑好就好了，不用打了。木魂一赖总二，剑存三，陈耀一地书二木下三，豆腐二车行三，两鱼一鲍鱼二一望三，一清一七存二剑存三，赖总一地书二花剑三。奇奈二，奇葩三，侧心二，鲍鱼三，爵士一，两鱼二，影月三，一清一，七存二，剑存三，赶快，还有一个一空二，地书一，七存三，七存三，赶快，赶快，赶快，排得到吗？五号点爆弹，干没排到，打王，小心哦，有点痛、哦。三队的爆发可以下了，三队的爆发、啊，赶快打，赶快打，用粘的，来一空跟剑心走开，四队潮嘞，四队潮嘞，五打下去。来，先血聚力，云打掉，云打掉，远程这干嘛啦？三对潮，三对潮，四队有潮就下哦。潮圣没有在下、哦，继续打，继续打，继续打。一陈耀一地数二七存三，七存三跑起来，继续跑。阿绿一陈爵士二剑存三，一空一一万二回味三。
居然撵不下去。对啊，就左边那一颗没有过去啊，腿太短。鞋子外观170，有人要吗？1100，赶快过去亲王哦。对，会搞混。100倒数3、2、1，我一直卡着，到底是剑存还是气存呢？然后那个腰带170，目前100。100，车型要喊200。100倒数3、2、1，自己起就好啦。黄死掉就自己起，没有的话就是奶拉，这样可以吗？来5号腰，就是5号腰。来，目前100哦，200喊到 P。200倒数3、2、1，出挂件啦！苍云帽外观，你们是都看好了吗？那么快，你有看下面的吗？等一下还有这两个哦，先po给你看。来，目前200，苍云帽200倒数3、2、1。来，长哥帽子170。这起驱散。我是要驱王呢，来先300。哦，可以啦，科科，你们把那个王拉里面一点，我怕骑兵又要靠过来。来，目前300，不要喊 P 啊，没人理我。倒数300，倒数3、2、1。万花帽子100，目前限100哦。100倒数3、2、1，尚在调息之中，静待片刻方可。尚在调息之中，静待片刻方可。尚在调息之中，静待片刻方可。嗯，我们打几分钟？15分钟吗？谢谢大家，我要 A 了，再见。哇塞，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红欸，等等，我不知道。对啊，不能进面向啊，在想什么？这里不能进面向啊，那你还是去死吧。这么喜欢地面线哦，就来不要跑哦，我来了，就来，你怎么卡在那边？哇塞，我可不可以把这只的运气都用完了吧？哇塞，打门神，快点，那两只，哇塞，会吧。
心里不太平衡呢。慢慢打嘿，不要进来哦。反正要讲很长，唉，先别进来嘿。进来啦，妈的是怎样？出去啦，奇怪。开场上开战，进战线打一号点，进战线打二号点，再打一号点，大家看点就知道。然后我会喊进战转火，你们就跟着一起转，可以吗？远程奶妈，等等，连线出完之后马上到三号点抱团 ，OK 吗？等一下我会标点。你们就只要注意层数就好，进战注意层数。注意点线，你们不要从连线中间穿过去，那会加层数，而且层数会用跳的，可以吗？可雷瓦一，可雷瓦二，哦吼，可以进来啊！展开战。三号点排球有问题吗？四号点爆兵啊！刚，没事没事，当我没讲，不是四号点。三号点是冰点，再广一点哈。好，九号在这里吧，有点怕远程被烤你。这里好了。对，先二在一，进三都先不要上，就对的。不要，觉得那个四号点烦，高降挺好。来，很简单，就这样子的点而已。然后散开战，是因为我不要出连线出一群人，你们让层数太高，球不要去踢。一二三，这三个一号点到三号点，三号点到二号点，这个直线不要有任何人，不要你们踢到球，可以吗？会死的。这样，然后开场排完线之后，奶妈远程九号点抱团靠一号点的王，可以吗？干死他，就这样把他的盾打爆之后，麻烦你们地上如果出蓝圈，十号点从九号点绕十号点绕个圈，这里出战没关系，反正坦在里面站着不会怎样，可以吗？不要全部出去就好了，绕外面。中冰霜一指的人，麻烦三号点附近抱团。三号点附近抱团，其他人不要到三号点，听得懂没有？不要给我去三号点抱团，我第一个先黑单你。然后麻烦中冰之后，风过去之后，确定那边有一块冰块没有风了，再去打三号点的冰。这时候会有第二波的冰霜一指，麻烦第二波的冰霜一指不要来三号点抱团，你就在原地离开人群，可以吗？第二波的冰霜一直不要进人群，你在原地不要乱跑。等一下我会找人救你，单点你 ，OK 吗？你如果再来三号点，整团重兵加连线，直接拉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可以吗？彼此距离六尺以上就可以了。开场会先出连线，三号点抱团，之后远程奶妈九号点打王进站。开场等连线之后再出手打二号点，我喊转火的时候再转一号点，这样可以吗？来，你们跑那个跑圈，地上有你们不是会报九号点吗？九号点一出蓝圈往十号点跑，开始绕外场，然后一出冰霜一指你就来到三号点，凌云到三号点，不要经过一二号点的圈，这样子可以吗？这是第一波冰霜一指哦，第二波冰霜一指差不多就是第一波结冰之后，你身上会突然出现一个冰霜一指，那个不要进人群，差不多点两三个吧。对，远程可能会需要消一下，你可能身上有那个连线层数，刚好你被点连线，那个连线层数跳很快，自己注意一点。我没办法每个人都讲了，我要看王什么的。然后一样，第一次出盾的时候。注意，第一次出盾的时候，赖总会拉朝圣，你要下孤影随便，可以吗？那个时候才开孤哦，一开始不用开爆发。
四队爆发随便你，喜欢就好，可以吗？我开一次估就好了，你们要打随便。好吼，那我先打一次哦，散开战。莲花只会推人，你自己看秒数吧，秒数快没有，自己离开人群或是跳起来就好了。来准备，远程先打一号点哦。你看二号点，血量消太慢，再帮忙打二号点就好。来，远程先打。我也觉得很挤啊，后面都可以站啊，妈的，全部贴网是怎样啊？连线准备，连线三号近战打王，空喉二号点，快点，干气存跑啊！九号点抱团，远程奶妈在发呆，我目下小，干，那 DPS 够低的、欸。二号点打太久了吧？打二号点的，打二号点的，来注意小球，注意小球，弹去接。阿哇，超累，远程跑起来，远程跑起来，不要一直踩圈，你会中神术。扶摇点开，扶摇先点。冰霜一指三号点，小心攻过来，快点！其他人跳，其他人跳。来群兵，靠！二号点是白痴啊、喔！谁没一号点去站一个人？一号点去站一个人 ，A O E 了 ，Hello！ 兵器来拉托，地叔帮我站一下，奶一下人，奶一下啊！干地叔冰霜哦、喔，太猛了吧！来自己请。传点在门口，请问为什么二号点会有冰霜啊？谁他妈又那边白痴啊？啊，我叫你去九号点是有什么困难？我们家小子不会看哦。排完球直接去九号点有困难吗？往前走而已，谈什么输出啊？你在九号点还可以直接定着打、欸，哎，一次群两只，哎，不好吗？一定要站在三号点哦、喔。奇怪了，快来打坐。逃生要等吗？好，他的蓝圈不会每一个人都点，他是随机点几个而已，所以你还是可以边跑停着打，边跑停着打，这样可以吗？开场不用站那么近，你可以远一点，好不好？远程，奶妈也可以站上一点，一开始没有什么人会聊起啊，除了莲花子两个而已。站着站就好了。来，我再讲一次，冰霜一直听不懂哦。你走路会变缓速，然后有一个黑蓝色的东西像旋转的 debuff 在你身上，就到三号点。然后你的小金箍可以翻啊，啊，谚语可以用啊，啊，不用哦，怎么那么慢？二号点跟一号点不要给我中冰啊，可以吗？然后等一下，麻烦出球，坦出去让一下好不好？你不要忘记嘞，挡球应该的哦。那其他人远程自己注意，如果是十号点那边来球的话，直接进圈，进那个一号点后面一点，三号点那边半场，不然你会被球砸死，可以吗？还没有办法直接出那么外面帮你们挡，我没有打三弹，我打两弹而已。然后看到一二号点没有人站，马上去站，不然会 A O E 很痛，弹。中冰霜一样去三号点，别吵，就去就对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吗？中连线优先走，你不走，整团都在看你。那一团那一坨，整个就会跳舞，没输出一样拉脱，这样懂没？来，哪时候要消成数？七八成就要消了，因为这里的连线跳很快，我怕你直接跳到二十成，这样可以吗？
你踩地上的蓝色的冰也会加成数哦。然后漫天雪舞就是地上有很多蓝圈那个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消成数的，王不会理你，这边高涨停也不能消，就这样。地数好了，帮我扣一，检查一下 buff 没有喊一声。有个只有个雷欸，就可怜欸，没秀气哦，七寸马西呢。三号点打一下 buff 吧，再散开。打一下 buff 哦，回来打一下 buff， 就可怜。三三三，我看一个 OK 的是呢，来散开，我要开了。自己注意哦，开喽天爵我记得放中间好像打得到，我忘记了，原神打吧。哦对啊，近战注意，走，来三号点连线的，快点啊，快点走了，来二三中间不要站人，走开不要站人，音波球那边让开，大王，二号点打快一点，远程帮忙转红一下二号点，打一打一走了，打一一号点啊，打一啦，该走啦，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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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求小心求小心，右边右边右边二号点那边求小心，让一下远程跑起来，远程跑起来，跑起来绕我旁边，不要挂好，来回去打二号点近战，跳跳起来，不要接近三号点，不要接近三号点啊，群来，易清跟花间走开。来三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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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线。困难吗？走，大王。不要，先走开啦！干北七哦。易清的兵放倒一下。层数太高换哦。小剑打一下，小剑打一下，小剑小剑，还有巢吗？小心小心，面向远程准备跑咯，回血欸 DPS 到底是怎样啊，你们跑一跑拉托吧，坦坦爆好，坦爆好，其他人走开，冰霜直接出去，冰霜出去，冰霜出去，哇塞，其他人走开哦，还有奶妈吗？好，可以。哎呦，哎，等一下，这 DPS 有点奇怪哎，后面也打太低了吧？请问，欸 ，DPS 还有到10000的哦，会不会太夸张？你们还想打吗？这里20000欸，还好吗？你们？哇塞！三号点自己打打一下 buff， 都过来。三号点，上一次药，再上一次药，这一次就一定要过了。你们打的
DPS 也太低了吧？丐帮两万才是正常哦，这边。啊，建成在干嘛？二王基本上血要比一王还要低，可以吗？二王的血都一定要比一王还要低，你这样记就好了。但是不能差出20%，这样差太多了，这样可以吗？第一个朝圣是赖总，第二个朝圣是蜜汁，不要我喊喽。然后爵士，你听到那个，你看到那个盾的时候，第一次出盾的时候就直接下孤影了。二队孤影帮我留在第二次盾吧，干居然打不爆呀、欸，干扯！来散开，我要开了，开喽，自己注意点，我已经开完了。妈、啊、打不爆，干豆腐啊，大王，近战别上了，连线注意，连线出走，三号点，二号王打快一点，七八走开啊！不要在那边，哎、啊，柳哥，柳哥上一下，柳哥，你要一开始帮忙打二号点的啊，打一，好、哦，打一，操，来注意球，远程注意球，近战后退，近战后退，去坦后面。远程跑起来了，跑起来，扶摇自己挂好。打二号点的王，冰霜三号点，其他人离开三号点不要过去啊，跳哦！太过来了吧，天啊！棒棒群，来离开疫情，离开疫情，离开疫情。柳哥，好，可以帮忙打一下啊，继续群哦，打二号点，都打二号点，第二次的槽开了，来小心球，帮忙群一下九号点，帮忙用群的，等一下自己下正三。冰霜走开啦，不要挂好，三号点抱团连线，三号点快点，一号点没人干，要跳舞了，群一下群一下，先群来三走过来啦，赖总，我们跟赖总抱团，赖总你看在上面咧，拉拖吧，拉拖了，先走，先走。一二，我不知道哪来的兵呢、欸？哇塞！妈的，我觉得你们好像对三号点有意见，我把三号点移后面一点。哇塞！哎、欸，知道三号点在哪吗？三号点。在哪知道吗？我刚才看，哎、欸，等一下你们，等一下第二波冰山，冰封一指啊，冰霜，不管哪时候看到，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出风的阶段，自己身上有冰霜的，你就直接去三号点。如果三号点那边没人，像刚才那个九号点那个，你出冰霜的，你直接去三号点吧，不然整团远程跟着你变冰，我还要回头帮你群。然后陈述你们在站在下面变超高，奶妈又没办法奶，可以吗？buff 打一把，打一把，准备了。
展开。奶妈不要跟 DPS 抢位置就好了。我要开了，注意哦，自己注意一点。我开喽，来喊话了，注意。对，打一号点。连线注意，莲花子不要去三号点，连线去三号点，连线去三号点，快点啊，撤，二号点打快一点，二号点帮忙打，二号点帮忙打，近战躲背后，刘哥走开啦。远程扶摇自己挂，其他人挂扶摇。冰霜三号点，侧心走开，阿绿走开，群快点群，赶紧把坦用出来，坦回来哦，疫情走开，爵士走开，不要进人群。其他人不要靠近，很好。打二号点，空喉。敢给我现在出球？来，冰自己小心，冰自己小心，不要挂好。三号点，三号点，干是不会逆云哦，到底什么困难呐、啊？赶快群，出球了，离开球，离开球，彩月离开球，哦，干他，算了，继续打。二号点的王哦，二号点帮忙压远程，二号点帮忙压，刚才是出。一号压掉，干！小心球，小心球！打一号，打一号！打二号了，走吧，打二号了，查二号用力，还有爆发吗？还有爆发吗？来闪一下球，远程过去一点哦，要跑了，远程跑起来，晴天帮我拉一下那个秀奶，直接把二号打死，速度，我靠，用力一点，用力一点，等一下一直跑哦。再来，近战全部进来，远程跑起来哦。秀奶随便拉一个，改。冰霜一直飙过来了，去中间，对，其他人继续打，可以。啊。来投，我以为出马嘞，操！投一百起有人要吗？三百，一样过去直接清王哦，不要我讲了，赶紧从左边不要再走右边了，三百倒数哦，三百倒数哦，三二一。打超久的欸，我开始有点担心你们升职两级了，知道吗？来，明教他们衣服，明教他们衣服要的自己喊一下一。来，目前明教衣服一百，还有明教衣服有两件，他们有一件。
不够尽兴。都没人喊吗？那我跟车行一起的。哦，好，明胶衣服还有一个，那各一百咯。那我买唐门的。好哦，倒数三、二、一，这一起就好了，不用拉人啊，浪费，浪费时间。我想念包子，我想念瓜子。我想念七人。好哦，可是我手不敢打了。我不敢打了。好哦，还给你。你赶快把网络用好。没在跟你开玩笑的，可以吗？啊，你不是手机网络很强，是不用手机网络哦。到菜礼物啊。上在调息之中，静待片刻方可。上在真的很奇怪，都偏要走那边。调息之中，静待片刻。DPS 偏低，而且带太多个了吧？你们是不会用扶摇跳旁边的空间吗？哇塞！看你们要不要等那个盘点啊？可以等传点再起就没关系。啊，要打十米呢，忽然觉得心脏不是很好。跟你今天要骂人呢。不管你是远程来吗，还是傻小一号点不好，One Point Stanhope Police 干雷赛，还有酷酷大赛，我就是在讲那个建存，好吗？打开。好废的人，可是骗子能学到的不多啊，顶多是前面的剧情片而已，可是剧情片没讲什么东西。走不？没有，我们都直接传正片。看谁怪？哎，不过有些真的很好笑，这倒是可以说一下。要的剧情，还有一 KKKKKK 啦。奶去吧。
后面两只礼物带下来。OK this。报糟坦报团糟坦报团挂扶摇跳。再不跳啊。我妈果然在念呢。天哪，我好想跟你们说保兵保佑，赶快下线哦，干，先清一下小怪吧。可以传咯，还是有入战，我们等一下要入战咯，我们要入战咯，我们要 in battle。 好In battle， 嘿、hey ，就是进入战斗。In battle， 跳舞不舞哦？阁下英文，斗敢斗敢，保兵保要下线，保兵保要下线。打冰板要下线，谢谢。我去晒衣服，不然会被砸电脑。谢谢大家。然后便当你。